起，我想要。你才18岁。可是，好美好啊。可是不明白爱到底是什么。主会带我去的。还需要等待吗？等到上帝给的。我要。曹伟，这是你的故事吗？哈利路亚！我觉得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可爱啊！谢谢你，希望上帝可以在你心中放下一个很棒的答案。好，好，谢谢曹伟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